说过，这里到处都是 POA 的仿生人。原来宇宙是靠这个机器在供电，只有几十年了吧？那好像是台升降机。升降机，
耗下去了。 Thank you.
是 PI 的小女，等你很久，想要曙光，就把复活交给你。曙光，还给我！你和你的父亲一样固执。我爸爸在哪儿？把木盒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现在，把曙光还给我！木盒是 PUA 的私产，你的父亲不应该偷走的。我爸到底在哪儿？小姑娘，没有人可以和 PUA 对抗。把曙光还给我！在哪儿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把曙光还给我！春草。